泥潭造林鳌鼓湿地城候鸟乐园，我们的高跷痕好像是八斗一样，是鸟类的林子里。东石鱼市进价，渔获物先价廉。对两场无花甲半地，伊嘛感觉足爽足刺激的安尼。社区建造碑林，美学造福邻里。一件作品由艺术家来写，这件作品它就有生命力，有那种人文的魅力。周五晚间八点，南部开讲在地旅行，看见嘉义东石的生态人文之美。